喂，对啊，对啊，对啊。好，那个我们就尊重大家意见，我们边用餐边协商啊。那我们去年是在6月20号的时候那个协商，那因为适用到这个公务人员法规跟这个劳基法的适用问题，所以就暂搁了。那我们也等那个教育部的版本进来哦。那我们现在就是已经协商过的，我们原则上就不更动哦。但是因为教育部有新的版本进来。那教育部有没有什么新的建议？但我有特别跟教育部讲了，如果你要增加新的限制，我们大概就不会同意。但你如果对教保人员是有好的帮忙，那我们大概就可以接受，好，好不好？原则上是以我们协商过的不更动为主。那现在是不是请教育部先做一个你们新的法案，跟我们已经协商过的条文有你们有建议的部分？那我们大家如果共识觉得不修，我们就不修，好不好？哦，好不好？因为共识很难得。那现在请次长是谁先说说明？啊，是召集人以及各位委员，大家好哈。那首先呢，代表教育部非常感谢各位委员呢，为教保服务人员的这个相关权益哈。那么就有关这个条例的草案的部分哈，那么来研商修正这个法规哈，以符合目前的现况。特别呢，代表教育部呢表达感谢之意哈。那有关啊，这个因应这个幼儿教育照顾法第23条以及师资培育法第25条的一个修正哈，所以原来在上个会期哈，那么也经过陈学胜委员、还有许志杰委员以及黄国书委员，大概也特别分别呢拟具了3个版本的教保服务人员的一个条例的一个草案。那同时呢，也在去年的6月20号、7月7号，那么并案，那么审查，那也在12月16号审查完毕后啊，交付那么朝野来进行这个协商。那同一时间，包含了时代力量啊，也拟具了这个版本在案哈。但是经过我们查询这个立法院的系统，那么时代力量的党团目前是已经撤案哈。不过呢，这个部分我们也作为我们教育部在研定的一个参考哈。那在上一次啊，这个。我们教文会审查之后呢，那么还有部分的条文哈，那么暂时保留，那么同时也责成教育部呢，那么赶快研定啊行政院的一个版本哈。所以依照上一次的这个我们教文会的这个审查的这个决议，那么意见呢，教育部呢也在这个12月26号也经过行政院那么审，在整个盘整啊，包含呢。这个幼照法以及啊师资培育法，那么同时呢，研定啊教保服务人员的这个条例的一个草案，那在这个去年的12月16号，那么也函报立法院，那么在立法院院会里面做成净负二读，那并同那么本次会议来进行这个协商哈。那在整个啊这个相关条文的一个部分哈，那我就院版的部分简要说明一下哈。那么第一个呢，是因为整个是盘整相关的法规啊，所以包含了幼儿照育、幼教保服务人员相关条例，也包含了幼照法，有一些是属于教保服务人员条例的部分，我们把它做一个通版的这样子成立，所以在整个结构的部分是有比较大幅度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改变哈。那本版本的部分的话，那基本上呢啊，将这个教保人员服务
教保服务人员的权益管理事项，那么从这个幼以及呢从幼照法里面一列有关的教保服务人权益的相关的一个规定，所以调整之后呢，分成了总则、培育及资格、权利管理、申诉及这个争议的处理事项，还有罚则跟负责，总共七个章节哈，大概43条哈。那这里面呢，也就委员所关心的有关那个负责人这个年资的部分，是不是可以采计为园长的这个相关的资格？那院版的草案里面呢，当然也经过讨论了之后啊。大概就是增列的得采计负责人年资至多2年的这个相关的规定了、啊。不过这个部分跟上一次委员会已经通过了这条文的部分，确实是有些不一致的地方。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也愿意尊重上一次委员会那么讨论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果，让这个负责人的年资的部分可以采计为这个幼儿园园长的这样的年资哈。那这个部分我们也有拟具这个对策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条文哈。那其次呢，就是有关幼儿园公立幼儿园的契约禁用教保服务人员的申诉及争议的这个处理哈。那么这是在院版的草案的第31条啊。那这里面再次的邀请，那上一次的部分，因为在教文会的时候，我们跟劳动部大概有不同的一个意见哈。那这个部分呢，我们教育部在法规研定过程当中，以及呢在行政院开会审查的时候，也都有邀请这个劳动部啊，那么确认相关的一个文字哈。那我想这个部分大概也确认哈，这个相关的一个文字哈。那这一次的整个一个修正的一个重点的部分，这包含了这个教保人员服务的资格的权益的，还有包含了教保服务人员的职涯发展跟进入，以及教保人员取得教师的进修资格那么另外呢，针对这个师培培育教师跟教保人员系科认可跟评鉴的一个机制，以及呢，对于公立契约禁用教保人员，那么助理教保员得借聘的一个机制，这个也是各位委员所关心的部分，我们都已经纳进来。那如果时间来得及的话，那我们也教育部这边也都预为作为相关规划的一个工作。那如果这个法规能够顺利通过的话，那新的学年度那我们大概就在4、5月份左右就可以办理这个教师相关借聘的一个工作那我想这个部分也是各位委员来关心的那另外呢，就是对于托儿所呢改制幼儿园之后持续那么任职教保人员独立任教大班这个是大家幼教团员很关心的，那这个部分也都有纳到这个院版的这个条文草案里面来，那么来做一个处理那至于呢，针对今天的一个审查会这个党政协商的相关条文的部分当然因为院版的部分是有经过行政院这个审查，那同时呢，也把教保服务人员条例跟幼照法的相关条文的部分，整个都很有章节跟这个次序性的去做一些的这样子的一个整理，提供一个比较完整性的这样子的一个条文。当然，站在教育部跟站在行政院的这个立场，但我们是希望是能够以院版通过了这个条文的部分来进行这个审查，但是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基本上我们还是尊重大会的一个审查的一个意见。当然，如果能够采用院版，那我们就院版的这个版本来做一条的审查。如果是还是维持上一次的教文会已经通过的这样子的一个条文来进行这个审查，那么我们会建议就是说，其中有涉及到教保人员，或者是从幼照法里面相关权益的部分一列过来，而对于的现行的教保服务人是能够比较有利的，而且能够有助于这个管理的部分，也希望能够在这个教文会上一次经过条文里面也能够容许呢有这个调整的一个空间。那并提到待会呢在逐条在讨论的时候我们并提到今天会里面再请各位委员来做一个审查。以上报告，谢谢各位委员的支持，谢谢。好，谢谢教育部很有诚意那我想教育部刚刚次长讲有一个重点，我特别也拜托教育部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尽速把这个教保服务人员条例给他通过，但你们也提前做这个借调的这个借聘的这个作业，希望在新学年开就可以适用，所以你们在5月应该希望能作业。那我们希望今天能够有这个好消息确定下来。第二个，我们在审查这个草案条文的时候，我们原则上以6月20号我们已经通过的版本为大家的共识，那除非你新增的条文是对教保服务人员是有利的，我们再来考虑调整。如果是对他增加限制，那我们可能不会采用，好不好？是要对他有利，我们再来考虑，好不好？那我想我们就逐条一路先下来那再审视过一次。那你有新增条文，你跟我们讲，那我问委员有没有意见，要增列不增列，就看委员的意见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我们就照教委会通过的，好不好？可以吗？教育部可以吗？
如果没有意见就照我们的啦，不要去动它，好不好？那第四条、第五条是新增嘛，是不是？不叫不要讲话、啊。嗯，水当当关怀协。嗯，给贺。那个隔壁来的，那你欢迎跟我欢迎。我今天是阿玲妹来哦，台北天气特别好哦，怎个叫恁个？欢迎。哎、欸，来啊！大家很清楚，我话待遇无改吼。委员，您刚这样子一路询问下来，是代表其实我们这些可以留，对不对？对对，我现在一条条问，所以我们可以逐条留嘛。对对，我现在逐条讲。所以对，所以你们要有意见、啊。你要意见，所以您的顺序是那个谈判上的顺序，那个那主席，对不起哈，我补充一下了哈，因为我是被分配来哈，因为我们。那个稿录，他现在还在那个，那个保育，另外一个协商那边哈，还有动保法那边哈，因为他这个跟他原住民那一块很关。那我这边提一下哈，时代力量这边是认为说，第一条这边哈，除了提升教保了，保障提升跟保障提升教保人员的专业地位之外哈，要不要把劳动权益加进去了？那我当然知道说第一条只是表态而已啦，好，所以只是这边提出我们看法，就是说提升教保人员的专业地位哈，是不是及劳动权益哈，好，把它放进来哈，好，这个可能也符合刚才主席讲的哈，是不是对于教保如果是加分的教保人员这块加分的，我们可以来提一下哈，来柯志芬委员，对，这个精神没有问题，但是这是怎么样？他现在关掉了。喂，有这边有。这个精神我们完全同意哦。不过在这个条文当中，他已经特别指明的，就是有关于教保服务人员之培育资格权益。那这个权益不晓得跟那个徐老师你所说的这个权益是有不一样吗？因为他这边已经有权益两个字了，还是你要加入劳动权益吗？还是因为劳动权益好像已经把它限缩，你这个权益反而是比较大。如果他已经涵盖这个意见的话，那我想说这个名词上面应该已经反映这个精神了，只是强化一下了哈、哦，这个精神。那我们就照我们原条文通过好了，好不好？因为文字修正都是经过很大的高度共识。那第一条就是教文会我们审查通过条文通过。第二条条文，本条例所称主管机关在中央为教育部，在直辖市为直辖市政府，在县跨无市为县跨无市政府。第二条如果没意见，我们照原共识通过。第三条，本条例所称教保服务人员指幼儿教育及照顾法（括弧以下简称幼照法）第二条第四款锁定在幼儿园服务之园长、教师、教保员及助理教保员，好，大家没有问题，我们就通过。好，再过来第四条，教育部是新增条文，把它说明更清楚的，来，请教育部说明一下，快点，给你们有机会讲话。跟委员报告，因为希望在这个条例里头能够看到对于这些教保服务人员权益比较周全的事项，所以第四条跟第五条分别列了中央主管机关应该要做的事项，那以及地方主管机关应该要做的事项。那如果列上来，会让我们的教保服务人员更理解说在各个法律当中对于他所在乎的权益，那我们在政府部门是有去关注到的。以上我是觉得还不错啦，这是让他让教保服务员觉得我有被中央重视到，好不好？那如果可以的话，第四条就照教育部的行政院的版本通过，我把它念一次哦。第四条，中央主管机关掌理下列事项：一、教保服务人员政策及法规之研拟或订定；二、教保服务人员人力规划、培育及人才库之建立；三、教保服务人员权益之保障；四、其他全国性教保服务人员之相关事项。好，如果没意见，第四条通过。那第五条再说明一下。跟委员报告，刚刚第四条是中央主管机关应该要做的事情，然后第五条这边提到的是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应该要掌理的事项。那我们列出了三款，那是三款从它的相关法令规定的研定到相关人员的一个辅导训练等等的。以上。好，如果大家没有意见的话，第五条，中央地方主管机关的权限。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了。这边是一个怎么讲，一个建议了哈，就是说这是稿录委员这边希望能强化，就是说谈中央主管机关的这个掌理事项的时候，是不是能把中央主管机关依原住民地区教保服务人员的需求办理原住民教保
学分、学程或是幼儿园师资职前教育课程。那这个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也就是我们这边教育部跟中央的原住民委员会来定制，也就是说是不是能把原住民这一块的强化放在中央主管机关长理的事项里面，这样教育部的意见呢？跟委员报告，因为我们在中央主管机关里头的第三款提到了有关教保服务人员的权益各方面，那其实这里面包含可能我们相关的在职班等等的，其实都有在做规划。那刚刚委员提到的原住民的部分，其实它比较牵涉到是我们在师资培育的部分有一个对于原住民相关班别的成立哦，那是在师资培育法底下所相关的法令规定，所以我们是建议在那边规范，应该就是可以比较完整的呈现以上。我想跟它比较有关，应该是第二项了。好，教保服务人员是人力规划、培育及人才库之建立了，而不是在权益那一块的。好，应该主要是第二项。那我当然知道，就是刚才你这边提到的，可能在别的地方有啊，只是说我们因为之前把其他的法也移到这边来嘛，那只是说这边要不要去强化它，还是说你们可以做一些说明这样？来，教育部。那跟委员报告，因为我们目前在整个教保服务人员处理的话，它是其实是广泛性所有的教保服务人员哦。那目前一列过来的，就是说有一些幼教法里头已经主张的相关的，不管是人员培育或者是他们的权益的部分，那这次在院版里头，把它一列到教保服务人员条例来。那至于委员这边所提到的，或许我们可以再说明去说啦哈，因为主要就是说我们在整个人员培育里面可能还有一些包含委员所关注的原住民的这些伙伴们，那我们也许可以再说明去说，因为现在包含我们的师资培育法各方面他们都有一些专班的处理、okay. 那或许委员就会比较放心以上。好吧，就在立案议旨上面特别强化把那个时代力量的这个提案好不好列在那个立法议旨里面，可以吗？好不好、就是、特别说明好不好、OK 好，那我们第五条直辖市、县、跨无市主管机关长理下列事项：一、教保服务人员自治法规之研拟或订定；二、教保服务人员之监督辅导管理及在职训练；三、其他地方性教保服务人员之相关事项。好，如果大家没有意见的话，我们第五条就照这个行政版本通过。那因为它条次会有一些调整，我们就授权那个议事人员来做调整，好不好？那我们现在第二章培育及资格，张敏没有问题哦。没有张明啊，对，但他现在要有张明啊，你没有张，好吧？那我是觉得好像看起来比较像一回事啊，是，好吧？好吧，第一章的总则我们也把它通过好了，好，第二章就是多一个张明培育及资格，好不好？更清楚，好不好？哦，好，那现在我们进入教行政版本第六条，我们教文委员会是第四条嘛，哦。那这个教育部有没有什么补充规定？如果没有，就照我们的通过来。跟委员报告，我们建议依照行政院的版本通过哈，但是就是说有关第二款的部分，依照教文会这边所提的文字，也就是在第二款的部分，幼儿园本来是写教师跟教保员服务满五年，在第二款用教文会六月二十号审查版本包含了这个负责人的年资，所以第二款是用那个教文会这边的文字。那至于后面的第二项以后呢，我们建议为什么要用教育国教那个行政院的版本，主要是因为对于人员的权益部分来看的话，我们从第二项以后呢，我们从幼教法里头的第五十六条跟五十七条啊，我们一列了一些哦，对于我们这些工作伙伴在幼托整合前后的一些权益事项呢，很明确的在这边做规范。那如果不列，当然幼教法里头也有出现。不过呢，我们其实在一路修法过程中跟我们的教保服务人员进行讨论的时候，他们是希望说，如果对于他们权益事项啊这些过渡的条款都可以在教保服务人员条例能够完整的出现的话，对于他们来讲应该是会比较放心，那也不用去参照两部法律来做处理。以上。来，我们各位同仁有没有什么意见？你不要骗我们，不要移花接木加了一些新的东西进来哦，你是在其他法令已经有的移过来的，好不好？如果有碰到我们一定严惩，好不好？好不好？先话讲在前，好不好？好不好？我怎么不要细述了，好不好？好不好？不要偷塞东西在，不要偷塞东西就好了。我跟许志杰的看法一样，好，那我们第六条我就不要念了，太长了，漏灯，好不好？就这样，我要念了。
好吧，你们慢慢看，我把它念过一次，好不好？好，第六条，幼儿园园长应同时具备下列各款资格：一、具幼儿园教师或教保员资格；二、在幼儿园跨无包括幼包括托儿所及幼稚园担任教师或教保员，并实际服务满五年以上；三、经改成右边的二。对，他刚刚有说改右边啊。哦，在好，对不起，修正一下。二，在幼儿园跨无包括幼照法施行前之幼稚园及托儿所担任教师、教保员或幼儿教育、幼儿保育相关科系所毕业之负责人，并实际服务满五年以上。那三也是照我们的，对不对？三好，经直辖市。现跨无市主管机关自行或委托设有经中央主管机关认可之幼儿教育、幼儿保育相关科系所学位学程之专科以上学校办理之幼儿园园长专业训练及格，除前项规定外，具备下列资格之一者，亦取得幼儿园园长资格：一、中华民国100年12月31日以前，经直辖市、县、跨湖市主管机关依法核定在案之托儿所所长及幼稚园园长，且于101年1月1日仍继续在职，并转换其职称为幼儿园园长；二、100年12月31日以前，经直辖市、县、跨湖市主管机关依法核定在案之托儿所所长。幼稚园园长以修毕儿童福利专业人员训练实施方案物类训练课程，或以一儿童及少年福利机构专业人员资格及训练办法，那训练办法规定修毕托育机构主管核心课程，并领有结业证书，且符合下列各目规定之一者，得由服务之幼儿园检具教保服务人员名册及相关训练课程之结业证书，向直辖市、县、跨湖市主管机关申请取得园长资格。括弧一，101年1月1日未继续在职至未能依前款规定转换为幼儿园园长，于110年12月31日以前在任职幼儿园并担任园长，括弧二101年1月1日仍继续在托儿所担任教保人员或在幼稚园担任教师，于110年12月31日以前担任幼儿园园长，符合下列各款条件之一者，得采计为第一项第二款之服务年资：一、100年12月31日以前服务于幼稚园，同时符合下列各目资格之代理教师之代理年资：一、大学以上学历；二、代理期间具专科以上学校幼儿教育、幼儿保育相关学院系所学位学程科毕业或取得其辅系证书；三、其代理报经直辖市、县、跨湖市主管机关备查，且代理期间连续达3个月以上；二、100年12月31日以前服务于一儿童及少年福利法设立之托婴中心，同时符合下列各目资格之教保人员之服务年资：括弧一，任职期间具专科以上学校幼儿教育、幼儿保育相关学院系所学位学程科毕业或取得其辅系证书；二、其任职报经直辖市、县、跨湖市主管机关备查；三、符合下列各目。好，这个行政院说，这个大三删除，然后接下来要接哪里？接第一项第二款吗？好，接下来第一项第二款服务年资证明，应由服务之幼儿园开立，获得减负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核发之劳工保险被保险人投保证明文件，并均应经直辖市、县、跨湖市主管机关确认其服务事实。第一项第三款专业训练其受训资格、课程时数、费用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好，没有意见通过，不要给我意见。好，我好不容易念完，来。才发现这个立法技术上只不过是一个幼教法实施前跟实施后，又得非得通篇累牍的一直用100年12月31日跟101年1月1日，是不是我们教育部你们有法制人员
这些如果定在法律条文里面，只要动一个字，都要回到立法院来。那其实这个是在资格认定上，那么只要在法律里面原则性的规范，你们在施行细则都可以，你们把其他的法条通通搬到这个母法来。那这个，而且你们还把中华民国100年12月31日重复的出现好几次，其实在你们我们的通过的版本当中，就是幼兆法实施前嘛，就那几个字啊。那难道这个不能够有个明确？我当然知道幼兆法实施前跟实施后，你还是要有个明确的起讫的日历期，那只要定一次就好了，前面讲一句话就好了，后面就一样了。结果连篇累牍的都在中华民国跟一百年，这个法制单位能不能说明一下立法技巧没有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吗？好，主席各位委员啊，这谢谢刚刚委员垂询的这个立法技术的问题。其实这个是现行的条文，这个是过度的一个安排，但是在行政院审查的时候确实啦哈，原来的前后哈会有一天是不是算入的问题，那就是为了这一天，所以经过院法部部院法规会大家通盘讨论的结果，认为这样院版的条文才有办法解决那个一天重复的问题。是是是是是是，所以立法技术上很无奈的哈，就是因为当时确实有那一天，前后到底有没有包括一月一号那一天，对对对对，所以说我们就把它写得很清楚啊，之前的就是12月31号，然后之后就是1月1号，是的，谢谢。所以后面的条文也都是配合这样的一个立法技术，这是在院审查的时候，包括院法规会还有法务部还有我们教育部的法制单位，大家一起共同讨论，认为这是一个比较明确的立法技术。以上。好了，很明确了，很明确了。幼儿园嘛，幼儿园就是要讲得很清楚 啊。好，来。您刚刚在那个第二款宣读的时候是说那个幼教法施行前，那我们现在其实直接就是用幼儿园发布发款这样子。再讲一下第二款，第二款宣读的时候，第二款，对，在幼儿园包括，对对，当然就，因为您刚刚可能念到了这边的文字，对对对，啊，我们是建议直接就是包含幼稚园这样，就是以前叫托儿所。好，那个跟大家报告一下，那个我们第四条第一项第二款，在幼儿园括弧后面。应该就是在幼儿园后面的括弧就直接写包括幼儿所、包括托儿所及幼稚园，这样就好了，好不好？好 ，OK， 好。院版第六条了，然后我们教文委员会第四条第一项第二款在幼儿园后面的括弧，我们用行政院的提案包括托儿所及幼稚园，这样就好了，好不好？哦 ，OK。好，好，我们就照修正通过。好，第七条是新增条文嘛，对不对？来，请教育部说明一下。幼兆法施行前之，那七个字拿掉。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好，我就那好跟委员报告，第七条的部分就是行政院版的第七条哦。那这边加进来的部分，这一条主要是有关公立幼儿园的园长。那这次加进来跟以前的版本不太一样，是以前的对于直辖市县市立的跟乡镇市立的公立幼儿园，就只有老师才能担任园长哦。但是因为执行了4年，在公托改制的公立幼儿园，它确实产生了他们执行上的一些困难。那困难就是我们现行的校长的那个职级大概是兼任9职等比照过来，但是乡镇市公所呢，它的主秘其实是只有8职等，他们认为在领导同意上面似乎是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在第七条我们就把它加进来。如果它今天是有关乡镇市立这样子的设立的幼儿园的话，那它的园长呢，除了是可以走老师这一轨之外，那他也可以用我们契约禁用的这些人员来遴选当成是园长。那同时对于公托改制的一些公务人员，他们有留任，那留任如果他要具有公务人员资格，在我们以前幼兆法里头其实并没有让他可以担任园长的这个进入，那因为他本身也具有园长的资格，又有公务人员，那我们是认为说似乎也应该在他生涯的进入上面给他一些机会，所以我们在这次的第七条里头有把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都加入到。以上。来，徐委员。哦，对不起啊，这边提一下，就是说为什么直辖市还有乡镇市这边还有直辖市原住民这边你有一个差别，就是你直辖市这边是现职教师嘛，对不对？那你在第二
第二项这边你是乡镇市这边你是用你加了这个教保员，对，那为什么不两个就一致？啊，因为私托的话好像两没有这个差别嘛，对啊。提，那我们为什么公立要做这个差别？我知道了，我的意思是说，那我们的直辖市这边为什么也不让这些教保员有机会？对啦，我的意思是说，你对直辖市，我讲的是直辖市这边为什么不让教保员有机会？我们如果从主席刚才讲教保员福利增加这个面向来看，那我说私立没有这个差别，意思是说你在私立也没有所谓，对不对？那跟委员报告，就是说，基本上在公立幼儿园的园长哦，我们期待其实他跟我们国民中小学校长其实是平起平坐的，这是当时是希望，因为公立幼儿园他其实规模也不比我们国民小学还来得小，所以当时在幼教法的设计是这样子的。但是这样的设计到了乡镇市公所，它出现了一些它组织上面的一个问题，所以以我们在整体法制的设计当中认为说，由老师来担任园长，这应该是正办了。那对于乡镇市公所的部分，因为他遇到他组织上面层级的一个问题，所以给予例外。那在目前现行的直辖市，是说直辖市那边是目前直辖他是不是教师或是教保员，跟他能不能跟这个老小学子平行平坐？他只要是当园长，那你们在法规上给他园长一定的权限，他就跟校长一样平行平坐，跟他有没有教师资格会有很大差别。而很多私立幼稚园，他没有这个差异啊，对不对？跟委员报告，直辖市的这个公立幼儿园啊，我们其实从改制到现在的这些幼儿园，他们的园长用具有老师资格，但目前执行上没有任何的困难。那现在遇到的其实，不要，我是说你要不要增加给教保员机会？对，对。那跟委员报告就是说，因为他目前的制度各方面已经健全了。那事实上我们是比较担忧说，如果他现在都可以聘请具有老师资格的人来担任园长，因为我们放进去，未来他在遴选的时候反而走回头路。其实对整个公幼的发展好像是有点不太理想。你有遴选嘛，对不对？所以遴选的时候他也可以选教师，也可以选教保员来。如果我们把教保员这边，就是你的直辖县市这边让教保员有机会，这没有所谓走回头路的问题啊。你只是让教保员有个机会去参与这个遴选，可是不代表是教保员会被选上啊。这个我们也知道现实的状况嘛，对不对？那我的意思说，你如果因为乡镇市这边你有所谓职等的问题，所以好，你把教保，你这样会不会也让人家觉得说，那乡镇市，你是有点，你知道有点差异，好像这边的话你就容忍教保员这边啊，那在直辖县市这边你教保员就没有机会，好，这样你会不会反而，懂我意思？你的在立法上面反而就形成了。当好久了，他想到直辖市当园长，他就没有机会啊，对不对？我的意思说，你干脆就一致，你这个就不会有一二的问题啊。你都让教保员有机会，那这还是有遴选了，不代表教保员立刻会变成园长。好，这个不是主管机关要担心的事情。你主管机关只是说你的资格，而且刚才像委员讲的，好啊，他如果真的当了在其他地方当了园长，可是因为他只是有教保员没有教师资格，那他在其他地方又不能当园长。你会不会让人家觉得教育部在看待两个层级的这个幼儿园其实是有差异的啊？这个你们应该也不要有这个形象。那个主席，我觉得教育部在回答，就是刚其实我理念基本上我是支持徐委员的看法了，因为其实目前哈，我们在这里在第一项第一款跟第二款，我们要区分成公立幼儿园有直辖市政府跟县市政府。那我出生是县市政府，我们县市政府的公立幼儿园园长，依照目前这样表述方式，他就只能限定用县职教师。但是刚刚徐委员所提出的是说，如果你不把它分开来，包括县立的公幼，或者是乡托原来乡托改的公幼乡立的，或者是说原来因为原住民乡啊，在非直辖市就是县嘛，好，就是县里面的乡。那有的是在直辖市变成三地原住民区，它是原来原住民乡。那他们这些乡级的公幼的园长，我们同意他用契约限制契约经营的教保员。
那我同意这样的，我先认为说加上这个是对现况来讲是对的，因为呢在原乡部分我要找到公幼的园长，他不见得是教师容易找，有时候我会觉得现职契约禁用的教保员更合适，因为现职禁用的教保员他反而能够传递母语。坦白说，在我们办理那个公幼的教师甄试的时候啊，其实原住民在竞争上是因为吃了少数民族的亏，是因为总人口数不足，以致没办法产生有效的录取名额，不是因为资质或素质不够。那因此，我们后来都变成说用契约禁用的原教保员啊，或者契约禁用的教保员呢来进入。但他们在园里面、公幼里面的表现啊，坦白说，我个人的几个接触都比教师、现职教师好。那现在只是问题是我到学委员的问题啊，在教育部要思考。那你让这些契约禁用的教保员来当园长，在领导统御上，他会不会遇到说公幼当中有些是现职教师？那他能不能接受由原教保员或者说由契约禁用的教保员来领导，是这个问题。如果说可以开放这条路，就不要去区分说你是在直辖市、县市，或者你是原来的乡，或者是原住民区，不要都分。因为呢，这个就是其实学委员另外一件我也很认同，因为你开放他来甄选嘛，他如果真的表现比现职教师好，你何妨不让他契约禁用的教保员，他也可以来担任园长呢？就是说，他如果能够在那个激烈的甄选当中脱颖而出，我们就认定他嘛。我举一个类似的例子哈，我们认为啊，那些公立的卫生所，我们都是主任，卫生所主任兼医师，但是规定上卫生所的主任不见得要医师担任。我也知道在几个县市政府的卫生所有非医师来担任卫生所主任的。那你想想看，一个卫生所的主任是护理师或者是药剂师，他领导的卫生所的公立医院的公立的卫生所医师来进行看诊，进行公共卫生的巡场务，有没有问题？告诉各位，没有问题。如果说他有那个摘雕，这五行受助令哈，他就有办法领导卫生所里面的主任。台北市现在几个区的卫生所的主任，很多都不是医师担任，都是由护理师担任的。所以我是觉得呢，刚刚学委员提出的精神，如果教育部考量一下，如果说只给他个机会，不是说给他机会嘛，他如果能够遴选得上，就是他担任啊，为什么不好呢？契约禁用的教保员很优秀啊。来，志杰。其实这个只有两个观念，一个就是松绑跟开放，另外一个就是控管比较好严格，或者是说以前都已经控管的还不错，哎，所以我个人意见是觉得松绑跟开放给大家个机会，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啊。那当然就是遴选，到时候就是各凭本事啊。好，谢谢。这个我请教一下，因为在行政院版本的第六条，我们条文的第四条都已经讲好，幼儿园的园长具备资格是教师或教保员资格，然后再定了五年以上资格就可以，那你就不应该再分直辖市、县立或乡镇市嘛，应该是这样子嘛，对不对？哦，所以我们的具体建议是这样子的，因为第六条已经有讲那个幼儿园园长的资格了，再加上刚才我也提到那个公立园幼儿园园长的部分，还有遴选，县市政府会办这个遴选，遴选的部分也还有机会，然后透过遴选跟资格的部分去做处理就可以了。所以如果委员可以赞成这样意见的话，那个第一款、第二款倒是可以合并了，对了，合并了，那只要留第二款后面那一段冒号以后的文字就可以了，公立幼儿园对。你们要修一下好不好？你们教育部修完以后，我们呢、啊？对，你们修好，我们再来念好不好？我们第七条先请教育部先打一下，还是你现在就可以打好来？你把那个直辖市、县市打在前面，对。哎，就是把那个第二款的冒号以后后面的文字，就是变成第一款。那下面的号对啊，变成一款。一二款就可以合并了啊。第二款合并。应由公立，应由公立幼儿园现职教师或现职契约禁用教保员担任，哎，担任了。因为不这样改哈，我们现的。对啊，你们现在部长也，你们现在部长不是大学校长出来的啊，对不对？还是当部长当不错啊，对不对？也没有规定说部长一定要大学校长。来，教育部看一下，这样可以吗？对这样就好了。好，那我就宣读一下条文啊。第七条，公立幼儿园园长应由现职教师或现职契约禁用教保员担任，直辖市、县括弧市主管机关、乡括弧镇市公所及直辖市三地原住民区公所的一下列规定任用公立幼儿园园长，不受前项及第二十条第四项有关园长遴选、聘任、聘期规定之限制。前项这样没有问题吧？
教育部没有问题哦。OK， 好，一前条第二项第一款由公立托儿所所长转换职称取得资格者，仍依公务人员任用法之相关法令于原机构任用。二，依公务人员任用法于原机构任用，往上滑一下，且据前条第一项锁定园长资格之人员，得依改制前原适用之组织法规办理升迁及全序审定为所长，于原机构担任园长。私立幼儿园园长由董事会遴选合格人员聘任，未设董事会者由负责人遴选合格人员聘任，并均应报请所在地直辖市、县、跨无市主管机关核定，好不好？那我们第七条就照这个修正条文通过。好，这是。对不起啊，主席，我再理清楚一下，因为我们前面呢在修法的时候已经有把这个负责人，他如果相关的这个资格他 OK 的话，他也可以担任园长。那你在这个法里面呢写私立幼儿园园长由董事会遴选合格啊，未设董事会者由负责人遴选，那负责人遴选自己语义上 OK 哈 OK 哈，对，我只是再确认一下，对 OK 哈，没问题哈 OK 好好。好，那我们第七条就照修正条文通过。好，再过来新建版本第八条，我们条文的第五条内容都一样吗？是，来请说。委员在行政院的版本就把原来教文会这边审过的版本是拆成两项，那一条是培育适量总量，然后适量培育跟才职前跟在职进修。那同时在第四项的部分呢，我们这边也是一列至幼照法的第五十六条第二项，那这边是提到了这些改制过来的人，那他依然拥有他原来的这个教师的资格以上。没有加东西进去哦，没有啊，你要在我念哈，各位员没有意见啊，没意见我把它念过哦，不要害我哈哈。第八条，中央主管机关应依幼儿园教师总量需求适量培育。幼儿园教师资格之取得，应采职前培育及在职进修方式为之。幼儿园教师培育及资格之取得，除本条例另有规定外，依师资培育法规定办理。教师资格于师资培育法相关规定未修正前，适用幼稚园教师资格之规定。除前项规定外，于中华民国100年12月31日以前已取得幼稚园教师资格，且于101年1月1日仍在职并转换其职称为幼儿园教师者，亦取得幼儿园教师资格。国内大学设有幼儿教育、幼儿保育相关学系，并依第十条第三项规定，经中央主管机关认可者，得依师资培育法及相关规定申请认定为师资培育相关学系，培育幼儿园教师，曾于依第十条第三项规定经中央主管机关认可之国内专科以上学校设有幼儿教育、幼儿保育相关系所学位学程、科辅系学分学程（括弧以下简称教保相关系科）修毕幼儿园教保专业课程者，于师资培育法锁定师资培育之大学（括弧以下简称师资培育之大学）修毕幼儿园师资职前教育课程中教保专业课程以外之教育专业课程，取得修毕师资职前教育证明书后，具参加幼儿园教师资格检定之资格。幼儿园教师师资培育相关学系之认定师资职前教育课程内容及教师资格检定方式，应符合幼儿园教保服务之专业需求。各位员若没有意见，我们第八条哦，就照行政院版本通过。好，第九条是我们的第十七条，有没有修正？跟委员报告，行政院版这边哦，在第一项的部分做了一个调整哦。那主要就是原来教文的文字这边，它其实有继续任职，所以如果他年资中断，其实就会产生他参与相关进修的一个困难哦。所以我们在这边修正文字变成现职哦，拿满3年，那这3年它是可以累计的，所以中间他如果有离职，也都可以采计以上。那这是从宽的哈。可不可以询问一下，就是说为什么一定要
给他三要有三年这个就算连续或是像你讲的累计，就因为这只是进修机会，是不是应该如果他想要去进修就让他有机会去，是不是一定要有个三年的这个限制在那里这样。那我这边有提一个修正动议哦，就是说这个跟三年是其实是有点绑在一起，就是说我们竟然已经要求人家三年才可以去取得，才可以去进修，然后进修完之后才还要实习，然后如果没有实习的话就要一个教学演示这样子。那我们会觉得说你如果你已经有绑三年的话，是不是还要所谓的实习或是教学演示？因为教学演示这个部分，我们实务的现场就是说，那个的评分哈太主观了。就是你看，我们105年，我们看到有419人报名，可是通过只有78人。然后他们没有顾虑到比较是多元的，还是原住民地区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方式，这是比较是一个都市的一个这样一个教学一个方式哈。所以我的那个修正动议是建议把那个教学演示能够把它取消掉啊，如果这个不取消掉的话，我就觉得那前面的三年拿掉 okay, 就是这样子 okay, 对 对，我跟李委员刚才李委员后面结论讲很清楚，我们两个点有点不一样啦。好，委员这边是关于这个教学演示这一块啦，那我的意思是说那三年，因为你后面还是有一堆有的没有的东西要去考验它嘛，那前面三年是不是有需要？好，那因为对累积这一块，我是觉得教育部这样做不错，因为有些教保员他变得说他很难连续三年了、啊。那可是如果后面还是有这么多教学演示啦这些条件的要求，那你是不是一定要他满三年之后才让他有进修的机会？好，这个考量是什么啊？我们是不是建议说三年取消？好，或是像李委员这边讲的，你后面那个就是到底？你两对两个这个要求是什么？好，那波尔立场是比较从三年取消，让他有机会去进修。而至于进修之后，他是不是有机会取得那资格，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对，来，哎，好，柯委员。我个人认为说哈，把这个三年取消是个考虑的空间啊。可是实习跟教学演示这个部分哈，可能还是需要再一次的考量。因为虽然这是幼儿园，可是呢，你会发现师资只要提到师资培育，它其实涵盖的中小学，这个其实大家都会把它放大完整的来去做一个检视。那目前为止，我们对于如果说这个东西一开放，关于演示或者这个实习后面这个东西，我们需要能够增进有一个更高的一个老师，好，我们举出像我们师资培育老师会去看学生来去做这个部分，这是本身就是对于他在这个教学精进上面是有他的一个作用存在。如果说你把这个部分也给他弄掉的话，未来在整个一致化的这个部分，特别是在要求中小学或是高中这个部分里面，它其实会面临一个大家要求的一致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个人在这个部分里面，我反而认为三年这个部分是应该考量去把它弄，因为当他需要去做进修的时候，对他来说也是一个专业知识上面的一个部分，一年两年其实它没有太大的一个意义了。但是后面那个如果要真的要动办， okay. 我觉得那个东西还是要慎重去考虑，因为考虑到我们还有其他的师资培育法，好不好？哎，钟委员，所以是对不起。我先讲结论，我是倾向附和那个李委员的哈。那主要在教育现场，我想在座大家都知道，本来啊，任何的学门呢、哦、都有门户之见呐、啊。那目前我们的教保人员哈、哦，尤其园长，如果早年现在已经当上园长的，他可能是幼保系的，但是呢，在大学里面是幼教系。那通常呢，如果你大家想想看，我都已经当到园长了，然后我现在你说要我去修学分，可以，我可以去上课，但你要上完课，你叫我去实习。我要去谁的园实习？我都当到园长了，你叫我去哪里是实习？我实习还要接受老师的考评。好，你说那如果你要免实习，要教学演示，演示给谁看？那就在我们地方上，我们就要说好，我要满足你的教学演示，我要聘一些人来。那多数都会聘到在大学幼教系任教的教授。好了，那这个就产生一个，当年我可能我念的都是高职的幼保科，好，我可能在教专科或大学念的是幼保，不是幼教。那这里面呢，通常在教学演示的通过过程当中，就产生了一些门户上的差异了。那我是觉得这样的人不多，你何苦让这些已经有七年，好、哦、担任这个七年以上或三年上表现优异的人，他都把学分都修完了，你还要他再降格去
不要说实习，你连教学演示这个都有一点这样的煎熬。我是觉得人性上哦，我们品质管控上也要考量到人性了。我是觉得大家思考在职场上的一些样态，好不好？我是做这个提醒而已。我是副。对，但是教学演示的部分，其实你可以从评鉴的部分。我同意你，完全是有些时候你找一些所谓的学者或在那边专家里面，他们搞不好没有现场的部分来。可是那是他们这些人的个问题，那是一个制度上面你在考核上面的一个标准上面的一个问题，并不是来自于说这些人你给他一些演示的问题。这个要把这个两个问题把它理清楚。那么请问一下，那个师培是他们有之前有工作的那个限定吗？也要三年吗？才可以进入那个师培？没有吗？没有给这个机会。对，师培没有给这个机会。中小学根本没有给这个机会。对，那我们现在额外就是希望这些教保人员能够再去取得教师的一个机会嘛。那只是说，确实在实际的现场，就是通过的人数真的非常少。那他们已经有在这个地方工作，你要他停止工作不工作，然后再去实习也是不可能的。为什么通过那么少？我不能理解。是，就通过那么少，真的很少。你的标准，好来，教育部。好，那跟委员报告哦，就是有关第九条当时的设计的机制哦，就是说，如果以我们现在高中、国中、国小，其实它都是职前的培育啊，哈。那在幼儿园当中，因为我们设计就是在一个幼儿园就是有教保员、有教师哦，所以如果没有让他有在职这个管道的话，教保员想要去取得教师资格，就变成都只有辞职一途。所以当时在部里面的决定就认为说，制度已经这样设计了，所以要让这些伙伴有往再去取得教师证的这个部分哈，不是漂白，就是说因为他对啊，然后来来主席，好，然后再来就是说好，因为我们在国民中小学的部分其实是没有这个机制，当时幼儿园是让他们已经有在职这个机会，那又为什么要把在职设计一个年数，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幼儿园当中已经开放了他可以有在职去取得教师资格，我们又不加一个年限，可能会变成一毕业进来我就开始要去取得，会变成是在职班是在师培当中开放了一个可能大家不想要有的这个结果，这样。所以我们当时是认为说三年是锁定他是有意愿在幼儿园服务的人，然后给他这样的机会哈。那再来就是演示这件事情，是以前其实有关在职班要实习这件事情大家其实争议很多，后来部里面在师培单位也认为说那看中他们在职的这个经验哦，但是就是说以师资资格取得其实国民中小学阶段都是一样的，他要加上这个实习，那后来其实在整个结构上也经过吸纳非常非常多的意见，认为说再用什么样的机制那可以不要为难这些伙伴还要再去做实习，那最后想出来就是演示的这个部分。对，那因为这个阶段别来这阶段别来看的话，演示它相当于实习的概念，成就就是我们在幼儿园阶段所取得的教师证，其实它跟其他阶段别是一样的，都是经过这些阶段，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些教保人员来看，他拿到了教师证并不亚于其他阶段的，至少是一致的。再来就是说如果说那个演示的部分过关少，它其实并不是说演示这件事情机制的问题，而是在于说它可能在设计怎么去参与演示这边，包含它可能考题或者是谁去看这件事情，那部里面其实是可以再去做一些检讨，那不要让这些伙伴认为说我参与演示可能过关的这个比率哦，那感受可能不是太好这样子，所以应该是我们去做这方面的处理。是因为你刚刚讲师培那个是职前的一个训练，可是这个地方如果你已经限定三年的经验，其实就是刚刚那个钟委员讲、嘉宾委员讲，其实他已经有三年的经验，你还要他去实习，还要去演示，其实我还是觉得这个阶段其实是可以免除的，因为你在师培那个地方，你没有要他有三年的教学的经验，你一定要有取得证照、教师的证照，你才可以去教学嘛。可是这个部分你已经让他有先这样一个有去教学的现场，已经有一个三年的一个经验，你为什么一定还要他再去实习，还要再去做教学的演示？我觉得不一定要啦，是不是一定要跟国中小这样子一样？因为那个顺序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国中小是要先去培训之后，你才可以取得这个证照，他是没有教学经验，所以他才需要实习。可是这群人是已经有三年的经验了。
对，好，徐志杰委员之后，钟嘉宾、柯志恩委员，好，来，徐志杰委员，这个是理想跟现场的一个阿索比啦。好，理想当然是做，因为现场人不足济嘛。好，那你现在又反而，其实他已经有那么久的经验了哈，人家实际经验嘛，一年当尊神啊啦。好，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因为一来现场的人数不多，好，那二来就是说他现场那么久了，也有一定的水准了。所以就不必再去为难他了啦。好，所以我李立芬这个提案，我较赞成啊。他其实只是取得考试的资格，他这个只是取得考试的资格，他能不能当拿到教师的证照，还要经过考试。哎、欸，他只是考试的资格而已、哦。来，钟委员之后，柯委员在之后，我这样说哈、哦，国中小教师他的师资培育，并不像我们的幼儿，我们有托儿所跟幼稚园的整并。所以过去我们很多在现在的幼儿园里面，它是属于托儿所，当时叫做幼保系、幼保科。那因为它叫幼儿保育，所以它不被承认是老师。那只因为我在同样一所大学，我念幼保系跟我念幼教系，我念的幼儿教育系，我就是进入幼稚园当幼教老师；我念的幼保系，我就到了托儿所当托儿所的保育员。现在两个整并起来了，我们当年都是在大学里面。我们都念了四年的大学，但是科系名称不同，你是教育系，我是保育系，所以教育系就可以当老师，保育系他就修习这个相关的学分之后，然后呢，我才能够取得正式合格的教师资格。为什么我这里说没有跟国中小比类比的问题呢？因为国中小不曾有做这个问题，只有在幼儿园有，因为幼稚园跟托儿所过去的改制跟过去培育的人才进用管道不同，所以你去看现在的幼儿园的现场，它有什么是幼保这个系统的，有的是幼教这个系统的。但是教学演示这个事情呢，容易造成教育系统的人，他我只要聘了他，就是到这间教学演示上去卡。那这个我刚刚副处长讲得很清楚嘛，本来他是现职的教师，已经或园长已经三年了。他也有大学的毕业的程度，那他现在经过取得相关学分之后，他已经免实习嘛？那这个免实习一定引起另外教育体系的反对嘛？哎，一般老师都要实习后修完教育学分，我一定要实习，实习后才能取得教师资格嘛，对不对？那你要把教师实习拿掉，好，那拿掉实习那不行，我要卡一关，我要放你教学演示。你要把教学演示拿掉说不行，我要叫做现场模拟。你把现场模拟拿掉不行，我要看现场观摩。就这个都是在场的人想出来要卡人家的。你我修完了教育学分之后，我有现场的三年教育经验，我干嘛还实习？要实习是因为我没有教学经验，我才要实习。我有三年的经验，你当然不用叫我实习。那既然都不用实习了，为什么要再塞一个叫做教学演示？在我们的任何法律里面，没有教学演示，这是第一次首创，这是在我们的这个教师资培育当中的一个阶段。就像我们去考教师真试一样，我们有什么？也有教学演示啊，我们有口试。有笔试，还有教学演示啊。教学演示就是说你现场模拟看你怎么教，那叫教学演示啊。那这个东西在我们校正的时候都有的东西，所以我是说，如果是公幼或私幼，公幼有公幼的校正把关，私幼的部分你让他，就是要让他现在的合理化，就让他取得一个合法的身份而已，何苦这样子苦苦刁难人家幼保科系的？我这边哦，因为我比较资深一点哦，我就讲六年前这个幼教法修法，就是教保员跟幼教师的战争，然后一边是师培体系，然后一边是技职体系，我跟何新纯委员被猎杀，被幼教体系猎杀。我讲在前面哦，各位，如果你要做这个坚持，你就要挺到底。当时我跟何新成委员挺到底，我们是被别人放在凯道上面列为摧毁台湾幼教体系的那个凶手。所以我请各位讲话的时候先慎思，你有没有足够的勇气要去挑战幼教体系。这中间是两个分野，因为就幼教体系来讲，他认为那是师培出来的师跟员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六年前争过，到最后上教结束之前，我跟何新成是两个坚持到底的两个委员，我们付出很大的代价。那请各位，请在座各位哦，请在座各位要想清楚好不好，要不要加入就对了。对，这个问题我们六年前讨论过，刚开始的时候委员大概不分党派，最少二三十个委员加入联署，到最后就像我跟何英纯坚持到底，但是付出很大的代价，他们都认为我们摧残了国家的幼儿教育，好不好？请大家想清楚好不好。好，继续要发言的人，还有谁要发言？现在是好不容易动荡之后的平静。好，我现在跟你讲，好，中小学的部分涉及到那个部分，来来，市长讲，市长讲一下，来麦克风给市长，郑政委，设置一家是中小学，
好，各位委员大家好。因为刚刚大家一直在讨论到底教学演示的必要性，我想刚刚几位委员其实可能也有一些师培经验了解，其实在师资培育法里面对于整个修毕师资指点课程的阶段，其实除了课程还有半年的全时的实习，所以这确实是在各教育阶段，不管中等、国中小到幼稚园，这是一致性的。所以当时有了这样的一个，就是为了在职人员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但是他对于实习是有困难的，所以我们当时因为他以后要从事教师取得教师的资格，所以我们就是有了一个教学演示的一个制度，是希望确保他的一个替代那个半年实习，因为实习本来就是学术跟实务经验一个转换的一个过渡时期，希望就是说能够把它衔接起来。但是当时确实委员也特别提到，教学演示的制度的设计上是不是真的能够符合实际的需求，这确实其实在这几次的讨论其实我们也有听到这样的声音，所以我们在整个教学演示的设计上其实也不断的会再进行检讨，找更多的一些实务的经验的老师来参与，好去确保这样的一个通过的这样的一个规准或者是品质哦，我想这一块我们是可以来做后续的处理哦。那另外一个部分也让委员来了解，是说因为现在师资培育大学能够培育幼稚园教师的只有15所，目前全国有15所师资培育大学，但是未来如果在年资的限制上哈，并没有在做太多的一个人数的一个限制，它确实在短期之间它的那个休息的这个机制上会动员更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系所来共同的来办理。我想这因为今年开始其实在整个休息上是比较有这样的一个困难。那另外一个部分也跟委员来报告说，现在师资培育法也正在做全案修正，未来的师资职前课程没有把半年实习加在里面，也就是说他只要修毕师资职前课程他就可以取得修毕师资教育证明书，所以以后这个教学演示的这一块其实是可以在会因为这样因为不需要实习了，所以到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调整，这样以上说明。你是先点后实，后面还是有实啊。对啊对啊，只是说修毕师资职前教育课程已经没有像现在所探讨的是职前课程修完再加半年实习，已经不是那样的机制。对还要实习啊，对对对，只是把它放在后面。对对，谢谢处长的这个提醒。是，对对，你这样讲你会误导。对对，是你要不要何新存委员来？何新存委员，他等一下要说明的更清楚了哈，因为刚刚大家听得很模糊，而且觉得好像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了哈。你这样子讲，可能师范体系的老师都会起来骂你哦。我先讲啊，我是支持李立芬委员的这个修正动议了啊。为什么？我觉得我们教育部政府在讲说我们要再造技职体系，那就请从这一件事情开始，不要歧视技职体系的人。好不好？我就公开的讲，我从上一届当立委到现在，我还是这样子的态度。技职体系他们的专业课程，他们的专业就不够专业吗？我不相信，我真的不相信。他们的努力，他们的付出不够吗？一定要师范体系的人才是师，其他的都不是吗？哦，这是我第一个。第二个哦，老师要讲话我知道了哦。但是第二个在幼教的这一个区块里面，我们现实的状况，我常常讲，如果说好吧，政府大胆一点，把这些幼托园所通通化为 国立的公立的，通通教育部自己来办，或是地方政府自己来办，那你全部通通控管，严格控管师资，然后全部要求通通要100分到位，那我觉得 OK 啊。可是问题是现在是我们的公托不足，那师托扮演了一定的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那师托里面这些的幼儿园，包括我们现在在修的教保服务人员条例，大家都也愿意要配合。可是呢，发现我们在每一个条件里面就设了很多关卡。刚刚钟委员讲的对啊，
我们既然这一条里面强调，他已经在七年内有包括什么，园长教保员累计三年以上，伊都会使担任园长，负起一个园所的一个责任。那他也可能是教保员，他也有他的专业，他也是大学毕业，他该补的学历也都补了，他修该修的专业科目也都修了。可是呢，我们现在还要一个表现优良，经教学演示。我讲起来，我连那表现优良那四字哦，你们可不可以改个字啊？什么叫表现优良？那个标准在哪里？我很 confused 呢，表现优良这四个字是一个在法里面是一个很不明确的定义，你要嘛你把它具体化，好、哦、标准化，好、哦、不然表现优良就细一万嘛，干嘛就奇怪哈、哦，或者是你写哎、欸、不能有不良事迹，或者有不能有违法事迹啊，写安娜，我给你下个具体的表现优良这四个字，我觉得在法源里面出现，我觉得很奇怪啦。那后面的这个教学演示啊、哦。这个东西哈，我觉得真的是多余的啦。他既然已经有三年以上的一个在职，而且他有又有当过园长、教保员，他有实际的一个在职的一个经验。那这些他的所谓的教学演示啊，哈，恭喜在哈，理论上跟我们现在务实面上啊，哈，一定哈距离很遥远呐。好，那我们要确保的，我知道你们设这个关卡是要确保他的教学品质。那我们要确保他的教学品质，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式，不见得要透过这个教学演示，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检讨的啊，是不是？那刚刚教育部跟我讲说啊，这个教学演示啊，以后我们这个来做这一道这个评审的，我们可以开放给一般的或者是那个技术体系技职体系的老师也没有问题哦。可是问题是这个保证，我不知道教育部能不能做得到啦。哦，我们到目前看到的、哦、是全部完全是一个通过率很低，然后完全是特定的一个系统的老师来当这个评审啦、啊。啊，这个就是大家觉得不公平、不合理的地方啊。结果你要法院放进去，以后又要把它例行性通通都这样子做，我觉得真的不要歧视技职体系的人呐、啊。谢谢。好，柯老师，我想就是从学校端出来绝对不会帮任何老师来做一个部分，因为我刚刚才清楚丽芬刚刚所提出的也有他的一个道理啊。我们摊开来讲非常现实，因为刚刚嘉宾委员提醒的一件事情啊，幼教老师跟幼保员在过去里面他们是有个界限嘛，幼教老师是大学里面的这个幼教科系要考进去就是大学联考，那很多时候幼保这个教保员本身有时候都是来自于比较是技职系统的这个部分，然后刚刚也我了解，可是基本上面他们还是就是在本身他们自己在血统身份上，他们本身在那个定义上，他们自己会有一些的差别。然后刚刚你又特别提到的，他们要经过这些的审核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就是一些传统的师专院校的老师来做一个评审的标准，以至于门户之间呢，这些老师反而是比率很低，就好像感觉起来这些教授级的老师在做评鉴的时候，对这些我们的教保员里面，因为他们觉得他的层次没有，他的评鉴的整个的专业反应没有办法到他那个层面，所以就让他通过的地方，所以这个摆明的就是一个幼教老师跟教保员还有他们背后所代表血统之争，还有在评鉴过程当中这个大专院校的这些教授来当作是一个掌门者的时候，所以你看这个就已经把整个的有一些些的阶级的这个层面就出现了，就会出现，就长久以来的这个阶级层面就出现了，所以我才说，我先把这个问题给厘定清楚。如果我们今天认为我们这些教保员，他本身在这个所谓的幼儿教育上，他的经验、他的热忱，还有他的专业上面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的确需要帮他去松绑，这是可以考虑。但是呢，我们大概也可以预估，未来的整个的大学里面的幼教系统，可能就会面临很严峻的挑战，甚至有可能崩盘。我没有帮他护航，但是我说这是有可能看到的部分。因为目前为止，教保员跟幼教老师他们还是有一个界限。如果要把这个限制全部打开，如果是为了小朋友，我们就从为那个幼儿着想来这个角度，大家就把它摊开来，不用害怕。搞不好你那个凯达格兰大道除了你们两个之外，今天又多出了好几个名单。但是现在把这个思考弄清楚，到底在这技职的这个层面跟大学就是一般比较我们所提到的幼教里面所培养的这个内涵，到底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还是要去讨论的。
那为什么就是说他们每一次这些真的是，如果说有一个老师他是真的很诚心的要求评鉴，他就觉得你的这个部分对于我未来要推动的幼儿教育的确是有一个落差，所以他给他比较低，这可能有他的有所本，不能永远把它当作是个门户，所以这个部分可能需要更多的讯息来厘清，我们才有办法知道到底怎么样真正的这。你知道吗？这个还是有更多的讯息，我们才有办法做出这样部分。那教育部的立场到底是如何？为什么要卡关？如果说照老师所提到的这些层面上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今天卡在这地方的理由，难道是真的如刚刚大家所提到的，就是我们幼教系这些专业教授里面，他们要用这个方式来去保障他们的专业跟他们所自认为的品质保证嘛？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要摊开来，我们才有办法帮助我们做一个确定吧。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需要吧。所以我有实习啊，对啊，所以我觉得现在是从辩论演示吗？没有没有，我现在不从那个部分来讲。哎，我有上法庭。对，我现在是觉得我从一个妈妈的角色来讲的话。我觉得我想要的是什么？我想要的是好的老师，好，我想要我在幼稚园里面有好的师资。那至于这个师资，它是从师范体系出来的，还是从技职体系出来的？这个其实我不会很 care 嘛。我要的是一个好老师。好，那现在这样路径会有两条。那我现在觉得这个整个的问题是不是，其实我们可以摊开来看。我们如果认为说经过了一定的程序，它就可以层层被检定为好老师的话，那我们来检视一下，是不是有点像朝三暮四和朝四暮三的概念？如果我们过去假设说这个幼教师他的筛检比较严格，比较多关卡，那他这样可以变成教师。那今天是从幼保员要转成教师的时候，他因为过去只完成了一段，那所以我们现在再加一段，他就因为已经完成了那个阶段以后，所以他应该也可以变成教师了。好，那那个段落就应该是跟幼教师的这个阶段是一样的才比较公平啊。刚刚大家争论的其实就是这个部分嘛，所以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其实这不是应该比较可以科学一点的算一算，那个关卡是不是一样多啊？如果一样多关卡，那这样就叫做公平啊。那如果我们刻意多设了比这个幼教师还要更多的关卡，那这就不公平啊。因为只是人家先完成了，好，所以他叫做幼教师。那我们现在是要做一个身份的转换，所以我们幼保的这个部分要怎么转换成幼教师的部分，我们设定了一个程序，但这程序不应该比幼教师更多。我想这不是应该可以计算出来的吗？这点不一样，所以你叫他现在开始重新修学分嘛，然后还有实务经验啊。对啊，那所以这样已经都完成了的话，还需不需要有所谓的现在在争论的教学演示嘛？来，教育部说明。好，那刚刚委员所提到的，可能就是说早年那幼保系科念完之后进到幼教系科，然后学分重复等等这个问题，事实上在这次的教保服务人员条例里头已经把这样子的问题把它做了解决。那目前来看的话，就是不管他是幼教或是幼保相关科系，我们的认定都是他们有一个共同要修习的学分是32个学分，不管是幼教或幼保，你要成为教保员共同有一个32学分。那如果要再往上成为幼教老师的话，他会再加16的学分。那以前是只有师资培育体系的人才能去开这个16个学分，但目前在我们条例里头呢，也开放了教保系科，他也可以跟教育部的师资一教师这边来申请成为师培的系科。所以也就是说，不管他是原来的技职体系或是师培体系，其实透过这次教保服务人员条例的订定，就是希望他能够无缝的衔接，不要产生多年前大家一直很在意的这件事情。那32加16之后，其实就会变成就是说，如果他是职前的话，那他一定会经过实习这个关卡。那在职的人呢，也可以经过实习这个关卡。那如果他不选择实习这个关卡，我们在制度里面呢，设计是7年里面连续3年，那他经过演示的这个部分。所以目前整体制度在设计上面来讲，应该是说，大家要成就的要件其实都是一样的，那只是刚委员分吗？有实习，可是他已经3年经验，还要再实习，我觉得那个。对，
那我们刚刚其实跟委员在报告了，就是说，因为目前来讲，如果以师，他大概要完成课程嘛，然后要实习要检定，那荣获以后是实习放到后面，但是他的成就要件其实还是一样的。那我们现在只是说，对于在职班的这些教保员，如果要让他辞职再去实习，这件事情对他来讲是不公平的，因为也不能成就我们本来认为他在职所以继续进修这样，所以现在才取代用掩饰，然后不要让他要因为实习这件事情去离开职场。那只是委员应该很关心的，就是指掩饰的部分到底是谁来当看他掩饰的这个评判者或是评鉴者的部分，应该是我们在制度上面可以去做一些处理的。来来，我讲个最简单的例子，对不起，那个小学代课老师，如果要是争取任何公立或私立，他最后他即使代课三年、代课五年、我代课十年，我要去那个学校教书，我还是要试教。我还是要试教，那试教只是代表我给大家来去看，至于是谁来看我，我觉得重点是在那个是，像目前他们 argue 重点就是很多你找的老师，你找的那个评审委员都是来自于专门单一独立的，或是刻意在磨一个比较传统，我想讲的好像大家都已经呼之欲出哈，比较传统的系统，那个系统可能那个老师的检验会比较一个严格，那就是表示你们在找人的时候。那个东西要更多元，但是我还是强调，在小学我即使代理的十几年，我到最后要经过最后一关的时候，我还一定要试教出来。这个东西试教不代表什么，试教那个也是不代表什么。叫做教师资格检定考试，有啊，在后面有啊。可是他现在只是取得考试实习资格，取得考试资格。那个好，我第一次发言，我觉得不要讲那么复杂，就是两件事情的价值选择。第一件，现在两个问题。因为这不是价值选择，两个问题先面对。第一个，我们怀疑，一派是怀疑，像丽芬可能觉得说这个什么教学演示的这个评鉴的方式、执行的方式会有问题，不管是来自于协同门第或者是执行上会有问题，而去质疑了这个教学演示的必要性，这是第一个层次，有一方是这种。那另外一方是我个人觉得，就是你对于一次性的教学演示，你信任他的信任度高，还是你对于他过去三年的实务经验的信任度高？这是第二方的人在看待教学演示的理由，要或不要的理由。那我个人觉得，目前是只要有那个演示的这个东西存在，就一定会有门第协同，就一定会有那个实质的执行评鉴是不是到位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我考量的重点，反而是对我来说，三年的实务经验，他累积的经验，绝对会那个我对于他的信任度绝对大于那一次性的教学演示。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这么 easy。然后我觉得，因为这个理由，因为我刚刚思考很多，我觉得我支持这个东西是可以不需要的，而且他不是这样就拿到执照，对不对？他是前面教学检定，对不对？这只是因为这样就得免实习而已嘛，所以我觉得是可以 open 的，对。但我支持的理论是，我觉得三年的价值，训练的价值。他通通要考，来教学。所以我讲一下哈，我们看一下哈，原来的师培哈，我如果是大学毕业，我修完了师资培育的学分，那因为我没有职场经验。所以呢，我要先到实际职场去实习半年，给老师、那个职场的同仁看我 O 不 OK， 我 OK 了，我才可以参加师资检定考试，对不对？我才能去参加师检，师检过了，我才有当正式教师资格。所以我们说，这里的实习是为了什么目的？是为了给没有职场经验的人，你修完了所有的这个系统理论之后，你到实际职场去跑跑看，半年之后看看自己适不适合，然后呢，你才能去参加考试。所以实习的目的是为了，因为你没有职场经验，你是一个学生，但是呢，现在我们为了这些已经在职的人，我们要他补学分，补完了学分之后，他还是要参加考试。但是你要问他说，那你需不需要实习？他说，我都在职场三年了，我还要实习什么？对不对？那因为呢，刚刚胡所长的说法是说，因为你们不能参加实习，是因为你们在工作，所以不能参加实习，所以让你免实习，可是还在演示，逻辑不一样哦。先要问实习的目的是什么？实习的目的是因为没有职场经验才要实习，而不是说我在职场工作了，我没有办法辞职去实习。大家有没有听到这很荒谬？我在职场工作了，你要我去实习半年，我要辞掉工作去实习半年，再来取得考试机会，这就是很好笑嘛。
实习的目的是因为没有职场经验，不是考试前我一定要实习啊。那他刚刚讲法是说，因为 我考试前我要实习半年，我要辞掉工作，所以呢，好吧，你就不用实习，那你用透过一个教学演示取得考试的应考的资格。所以要问清楚实习的目的是什么，是给没有职场经验的考的学生完成了教育学分之后，他先过半年的实习再去参加考试，有职场经验的老师就不用了，大概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话很好，那你被为我们的中等的师资培育开启了一个机会。像师资培育里面就是有很多硕士生，他本身就在很多学校当代理老师，可是呢他要去符合这个阶段的时候，他还是必须要找一间学校再去。那你这样就把整个系统全打开。我们现在目前就是这样子，你刚刚所讲目前就发生在我们目前中等学校的师资培育当中，他已经代课三年了，可是呢他像修师培的课程哦，然后他还是要符合那个实习的规准，所以他还要到别的学校去找，然后还可以暂时停到这个地方。对，这个地方没有教保。苏会员，我其实我有一点已经开始倾向这个部分嘛，因为教保员的这个部分我们都很希望能够为他们打开这个门的。但是刚刚柯老师提的这一点，其实我还是，这是我最后的疑惑这个部分，因为其他的师资培育的部分确实有这个关卡。还有就是如果回到刚刚说的，就是说实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刚刚嘉宾委员其实一开始在说的时候其实也有提到 一句话哦，你有说到说实习的状况是让我去到那个职场让大家看看我 O 不 OK 耶，我自己看我 O 不 OK， 我适不适应这个职场，但同时像我的指导律师也要看一下我 O 不 OK 啊。所以如果一般的师培是我的指导律师当年他有在看我 O 不 OK， 发给我一张 OK 的证书的话，那么现在在过往他在职了好多年的这个人，那谁发给他这个 OK 的这个部分，是不是就是当时在设计这个教学演示的这个就是等同于那个 OK， 所以我才会说刚刚大家在计算所有的关卡的时候是不是有这个部分。我其实欢迎大家解释了我的疑惑以后，我就可以为这个开门投下赞成票，但是我还是必须提出我最后的疑惑。好，主席讲几句好了，各位的出生制度的勇气我都很佩服，但这个事情已经不是教保跟幼教师的争议的重点，这算是一个共识，你要再搅起它让它失去平衡就会出现问题，所以我是认为这个问题不要去争它，就照这个通过，虽然在座有些人觉得不合理，但这是平衡后的稳定，如果你要搅动它，它又会再翻转一次，照这条文，因为本来也是为了要不要能不能抵实习，曾经有过争议过，后来就是让他可以免抵实习，所以才说那一个教学原理，这是透过很多的对话以后得到的结果。但是如果这样，他必须去做改变，教学演练的再精进，让大家可以接受的方式，要要求他做这件事啊。那是在执行面的问题了。就我们要要求他。我们讲了这么久就好，跟各位委员报告这个部分有关那个教学演示的内涵规准跟如何更接近教保员的这个实务的需求，这个部分我们好了带回去，我们一定 okay, 好不好，你们执行面，你们国教署这边是不是次长帮忙一下，你们执行面来，核心政委员受害者来快讲，主席我们两个受害者，所以你发声了是不是，好，你的意思说给我卖他嘴威了对吧，好了就执行面，你们上面不要让那个教保员觉得你是在刁难我，可是我还是一个意见啦哈。如果说主席认为说这个教学演示那要保留，那我的一个建议那你附带你要把未来的教学演示的一个评审的一个制度那个要改良那而且要开放遴选好。第二个表现优良那四个字可不可以换一下啊？表现优良，表现优良的意思实在是很模糊在一个法里面用表现优良，万一公都盟来评，我们都表现不优良。是，不是啊？我们都提案这样子啦。你这样子好像讲说现场的没有办法考的都表现不优良。哎，李委员，我说这字很奇怪的字啊，不好意思哦，这出生制度。菜鸟就是，可是因为这个是实务现场的保院人他们的心声，因为他们会觉得说，我已经教三年了。
然后家长也很肯定，学生也很肯定，都处得都没有问题。可是为什么我去教，然后那老师就说我不行？其实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否定。对，这是很大的一个否定，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个是真的对这些第一线的工作人员来讲是一个很重的一个打击啦。所以你如果要去开，就是还是保留经教学演示，那这个是谁来评定？我觉得这很重要。我觉得是不是？戴学义啊，作业准则上面你们稍微就，我觉得不一定，是不是一定现在是某个？因为现在都是某个大学，然后就去包的这个考试嘛。哎呦，你就不要那么嘛，对不对？因为某个大学大家都知道是哪个大学啦。好，那现在就是说，一定是不是透过，一定是要这样的系统才能够去做这样一个检定？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很通盘的去做大幅度的一个改变啦。对，就不要再讲了啦。来，我们这今天到两点，我先跟你讲好不好？简单讲，如果我先姑且用举例，我是屏东科技大学，我设有幼保系。我是屏东教育大学，我设有幼教系。过去他们就自己有的去要考幼稚园教师，考幼稚园教师就有的去当托儿所的幼教保员。好，现在你们告诉我在职三年，对不对？我可以去进修学分。那通常我是屏科大幼教幼保系的，我就会回去修。如果说教育部同意嘛，你们同意说协调很多大学可以开这个职前进修学分嘛，所以屏科大也会申请嘛，屏教大也会申请嘛，对不对？那申请完的时候谁会去念？大概你原来的校友会回来进修嘛，很自然的嘛。好，那现在呢，这个教学演示如果都是由屏教大出身的老师接受教育部的委托来做教学演示的评定，大概我回屏科大去做进修那16个学分呢，我就皮皮唰，大家懂意思了哈。所以现在为什么教育部说这个很好，我看读得很好嘛，那个中央主管机关得协调师资培育大学办理幼儿园师资职前教育课程，你们要委托谁？是不是只要我本身这个大学我就可以自办，还是要经过你教育部的同意？如果我可以自己办，就跟那个民间驾训班一样，本班考试，本班怎样负责考证，本班教学，本班负责考证，那就没有问题了。为什么？如果我是屏东科技大学的幼保系开的这个实前教育学分，你们同意了，好，那我考完了之后表现优秀，我教学演示给我的老师看，我就可以去参加检定考试了。 OK，不会有问题。但是如果说要跑到教育部指定的教学演示的主办学校去，就会有问题。所以就是一贯嘛，我就是直接从我的教学，对啊，开时间要下礼拜，我们再可不可以隔一个礼拜五啊？针对那个教学演示的那个部分，我们可不可以再补充说明一下？因为现行的一个教学演示，实际上它就是分成有档案评量跟像那个影带的视教，我们并没有要这些教保员，因为也是考量他们现在有在就业，所以他们只是拍一个影带送到市立教，就是送到主办学校，但是他其实相关东西是匿名，然后影带是有评审委员再去做评审，所以也不是要他们去，对，他是用影带跟档案的部分，因为我们是希望说不要让他一次就决定他，而是他自己在那个期间内他拍一个他觉得最好的影带送过去评审，那评审的时候实际上他到底原本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不没有实际互动，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的话，其实是没有，就是他并不晓得，评审委员也不晓得这个学生原本的一个背景，那只是把这样的影，他是把那样影带去让他去做一个评审，是用这样的当时的考量方式是这样。那如果因为审查委员以现行来说，实际上除了教授那边也有现场端的教师进来做审查，因为他这是一个教学的部分。那我们其实当时希望这个部分，因为实习就是他理论跟实际的一个转换。是。那为什么419人会只有78人通过？那个标准是因为看这个影带拍得不够漂亮，音质不够好，画质不够清晰，还是怎么样？他其实他如果是一个影带，我本来以为是有现场，然后有一些实际状况考倒你，小孩子哭了，尿不湿了之类。那就不需要啊。招伟，我们大家都在听你的老鸟建议，但是那个演示是拍 video， 这种演示需要吗？那个执行细则面哦，我们都请教育部要改。但是教育部，我坦白跟各位讲，教育部长期以来在
幼儿政策这一块哦，是倾向适配体系。你只要问他们所请的学者专家里面，是不是都来自于适配体系，有没有来自于技职体系？只要你看名单就看得出来。甚至以前教保员讲的更悲惨的原因是，他连高职就念过三年了，再念科大七年，我怎么会输给四年的适配体系的？所以他就说，那以后孩子哭了尿布，你幼教师去换嘛？所以。那幼教师说，你们是负责生活照顾，我是负责人格养成。你看，哎呀，所以哦，对了，所以这个争议已经有很多矛盾点，但是我们不要为了这一个，我们今天在处理这事情好不好？附带决议我们去吵你好不好？但我们今天如果来不及，就下一次的时候把它放进来。教学演示可不可以委由教育部直接委由之前学分的那个培育机构他来做教学演示的评定就好了？你还赢过你用那个 video 嘞？就是说我在平科大我修完这16学分，那我就我已经有13年实职经验的了，那求请你们老师我演示给你看，你说 OK 好，我可以去参加师检，对不对？好了，你们下次把附带决议给我们了，我们条文先通过了好不好？好不好？哦，好，原班考照，好、哦，原班放水是吧？要来来来，来委员。那个刚刚在讨论的都是后面教学演示的部分，我想再确认一下，那个第一项要三年才可以进修的部分，是要继续维持吗？还是可以按照我们的动议把它删掉？因为我实在想不懂他为什么要工作三年才能取得进修的机会。我们刚刚讲了很久以后的结论就是，这是摆荡后的平衡点。没有办法，因为这很难得的。要再搅动我也可以啊。很可怕、啊。但是如果没有一定年限的话，你知道现场都是教保员的委员的声音，都是支持教保员的声音。等到后来，原来正统的那一轨就不见了。所以你是怕说未来的他们凶啊，就直接先过去，然后928幼教师还上街头，我们都是，然后被列为首盟，我就摆第一张照片，还在我身上脸上扔番茄。不知道你卡三年的理由。他有一定的经验，就是他在教保这块，他其实至少是愿意待在这个场域来工作的，才去走进修。那个时间能缩短一点吗？当时其实也是参考其他阶段别来看，通常也都有三年这个概念。因为他你实际上只是让那个黄委员，欢迎，可以了解了吗？如果没有替代，是用替代半年的实习。对，这部分有三年是用来替代半年辞掉工作去实习。哎，那个教育部，你们要写一个附带决议哦，好不好？你帮我们写给我们，好不好？如果今天可以过就过，不能就我们下次再过。但第九条条文，各位有什么意见？用附带决议，我们来让他的那个教学演练、教学演示可以比较合理化一点，好不好？哦，我建议是先留着。好 ，OK。好，那我们第九条我们就先保留。好，我们现在教育部条文的第十条，我们的第六条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来，请说明。那跟委员报告教育部版的第十条哦，那项次比委员版多了一条，多了一项。那主要是在第二项的部分，也是我们把来自一列字幼照法第56条跟第57条，那这边也是保障改制前的一些相关工作伙伴们，那他们具有教保员资格的这个过渡的相关规定。以上。好，各位有什么意见？来，54条委员。猛一看，你说的增加的是哪一个、啊、我看到倒数第三项有讲，中央主管机关得自行或委托学术团体或专业评鉴机构来定期办理教保相关系所的评鉴，对不对？那我们部长前几天不是才宣布说，现在大学的系所都要暂停评鉴了吗？要简化。没有，他是说停办哦。没有了，没有完全停办了，有些学校是自主评鉴了。大部分都自主。我确认一下，次长那天有没有？我还在脸书上 promote 说耶，这是大进步啊！就是说部长你也不是很 announce 说未来的学校评鉴暂时还有，但是系所的评鉴，部长的 announce 不是说就是要停吗？对啊。那你这里又写一条倒数第三项，就是说还是要进行系所评鉴，我是要确认一下这个会不会是跟新宣布的政策打架？
来次长或谁，我记得部长是讲说大部分的学校是可以自主评鉴的，还有少部分学校。师培跟那个一般系所评鉴，我们都是分开评鉴的哦。对，这些评鉴怎么样？一般大专系所评鉴跟师培评鉴是分开来处理的。那你这些师培，对啊，你这边是哪一种？那师培好像还继续存在啊，只是各大系所的评鉴是没有，就是内部。然后可是师培评鉴好像没有在取消之列嘛，先确定一下。前师培评鉴是属于专案性评鉴，所以我们目前是还有在办理，但是一般系所评鉴就没有在处理。对，专案评鉴表示他还有了。因为很多地方的师培都是很多各系所老师，就是把它凑啊，我要啊、整合在一起，好不好？整合在一起，对对对，所以它是不像目前还保留。你提醒我，现在已经网络公开。好，那我们第十条，如果没有意见，我就把它宣读。随便他讲啊，随便他讲啊。好，第十条，幼儿园教保员应具备下列资格之一：一、修毕经中央主管机关认可之国内专科以上学校教保相关系科之幼儿园教保专业课程，且取得专科以上学校毕业证书；二、具备国外专科以上学校幼儿教育、幼儿保育相关系所学位学程科毕业证书，并取得经中央主管机关发给之修毕幼儿园教保专业课程证明书。除前项规定外，具备下列资格之一者，亦取得幼儿园教保员资格：一、中华民国100年12月31日以前已取得托儿所教保人员资格，且于101年1月1日仍继续在职，并转换其职称为幼儿园教保员；二、100年12月31日以前已修毕儿童福利专业人员训练实施方案，具保育人员资格，或以一儿童及少年福利机构专业人员资格及训练办法规定修毕教保核心课程，并领有结业证书，于101年1月1日未继续在职，至未能依前款规定转换职称为幼儿园教保员，其于110年12月31日以前在任职幼儿园并担任教保员者，得由服务之幼儿园检具教保服务人员名册及相关训练课程之结业证书，向直辖市、县、跨湖市主管机关申请取得教保员资格。第一项第一款国内专科以上学校教保相关科系之师资设施招生名额课程之设置基准、学分抵免、审议认可、废止认可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中央主管机关得自行或委托学术团体或专业评鉴机构定期办理教保相关系科评鉴，并公告其结果，作为核定调整各教保相关系科招生名额及废止认可之参考。其评鉴项目、类别、程序、救济、效力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一项第二款持国外专科以上学历者，申请修毕幼儿园教保专业课程证明书，应检附之文件资料认定基准、收费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教保相关系科之学生，其入学资格及修业年限，依大学法及专科学校法之规定。好，我们第十条就照行政院提案通过。好，我们第十一条，好不好？第十一条是我们的第七条，来教育部说明一下。那跟委员报告，在第十一条哦，也是比较刚刚第十条一样的，在第二项，我们从幼教法第56条跟57条，那也是一列了幼教法施行前那相关人员过渡权益的一个保障以上。好，各位有什么意见？没有就宣读哦。好，第十一条。幼儿园助理教保员应修毕国内高级中学、高级中等学校幼儿保育相关学程科之课程，并取得毕业证书。除前项规定外，具备下列资格之一者，亦取得幼儿园助理教保员资格：一、中华民国100年12月31日以前已取得托儿所助理教保人员资格，且101年1月1日仍继续在职，并转换其职称为幼儿园助理教保员；二、100年12月31日以前，以修毕儿童福利专业人员训练实施方案具
助理保育人员资格或以一儿童及少年福利机构专业人员资格及训练办法规定修毕教保核心课程，并领有结业证书，于101年1月1日未继续在职至未能依前项依前款规定转换职称为幼儿园助理教保员，其于110年12月31日以前在任职幼儿园并担任助理教保员者，得由服务之幼儿园检具教保服务人员名册及相关训练课程之结业证书，向直辖市、县、跨吴市主管机关申请取得助理教保员资格。第一项相关学程及科资认定标准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好，我们第十一条就照行政办通过。好，第十二条我们做初步讨论，因为前一次就卡在这里。来，请教育部说明你们跟劳动部的这个协商结果，好不好？跟委员报告第十二条的这个部分呢，我们是一列至幼照法第27条的规定哦，那放到这边，所以把之前在委员版本是指依照幼照法第27条跟劳动基准法，那我们现在在第十二条是直接把幼照法第27条的文字放在这里，那包含后面的有跟劳动部相关的规定，这个在院版的时候也进行过相关的讨论。那同时最后一项的部分，我们是有把这些相关资讯收集通报等等，那也增加了条文在第四项以上。来，劳动部有没有代表来？我们有派劳动部的。哎，对的，钱就是你帮我们卡住的。来，我对你印象深刻。来，你用麦克风讲好不好？钱就是因为你很有意见，所以好，劳动部说没有意见。来，在座各位有没有意见？那黄委员有没有意见？前是时代力量那个高露这个条文蛮有意见的。中孔照委员今天没有来哦，来，没有意见。真的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要宣读了哈。好，第十二条，教保服务人员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在幼儿园服务：一、曾有性侵害、性骚扰、性剥削或虐待儿童行为，经判刑确定或通缉有案，尚未结案；二、行为违反相关法令，损害儿童权益，情节重大，经有关机关查证属实；三、罹患精神疾病或身心状况违常，经直辖市、县、跨吴市主管机关咨询相关专科医师二人以上后，认定不能升任教保工作；四、其他法律规定不得担任各该人员之情事。教保服务人员有前项各款情形之一者，除第三款情形得依规定办理退休或资遣及第四款情形依其规定办理外，应予免职、解聘或解雇。前项经免职、解聘或解雇之人员，适用劳动基准法规定且符合该法所定退休之条件者，应依法给付退休金。教保服务人员有第一项情形者，直辖市、县、跨吴市主管机关及幼儿园应办理通报、资讯之收集及查询，其通报、咨询之收集、查询及其他应遵循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好，没有问题，我们就通过。我有个修正动议。你不要害我。我没有啊。好来，好来，请说。我修正动议很简单的，你可以否决啊，但是我还是要讲啊。这边我提出一个修正动议，我的修正动议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教保人员如果伤害幼儿身心状况符合第一项一二款情事而遭判定确定者，应该登录在教育部不适任教师系统，禁止转任他园任教。虽然这个地方里面有特别提到通报，但是呢，我觉得这通报这个措辞上面其实还不是，因为就目前的现况来说，还是有发现非常多公私立幼稚园已经有这些状况发生，可是他们还是没有做到通报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个人是认为，是否如果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条文放进去，把它放到比照其他的那个层级的部分，把它放在不适任教师系统，是不是对我们这样来说会比较更有一点保障？我只是多增加这一条。教育部的意见呢？那跟委员报告，就以目前我们提到的第四项的部分哦，这里面其实就是包含通报。那这通报我们其实就包含刚刚委员所提到的第一项的第一款跟第二款。那我们目前也有资讯系统，所以这资讯系统不管是公立幼儿园或私立幼儿园，那只要园内有这样子的一个伙伴在现场的话，都会经过通报这个机制，那也避免他们再进到职场来。以上。
那事实现况就是他们不是目前为止还是发现有非常多没有通报的一个状况，所以我才觉得因为这是一个现实已经存在蛮多的情况，你的执行面对啊，但是所以我才说如果说你把它更明确去确定是不是可以更保障这些的部分。对，那跟委员对啊是不一样啊，对哦，我说的是登录在这个部分，跟委员报告，就是说我们以目前来讲的话，我们是有教保员的这个系统，那系统里面当然他会从第一线一直报上来，那报上来其实如果这个人是我们条例里头所说的不适任的人，我们就会做注记了，那注记之后其实在所有的幼儿园里面就不会再用到这个人，所以这个应该就是委员刚刚所指的登录的这个动作，所以我们在整体系统设计上已经都达成这样的机制了。你的通报是哪一种通报？包含登录的通报，包含登录的通报哦，不是只有一般发生性骚扰性侵害事件的那种通报机制的通报哦，确定是这样哈、哦、对啊，好，那就看、啊、看柯老师。是跟主席各位委员报告一下哈，那因为我们现在的规定哈，就是最后一项哈，那个幼儿园应办理通报资讯的收集及查询，那就跟不适任教师一样，跟那个什么运动教练各种不同在学校活动的人员一样，他都会准用到教师的那个通报收集查询系统，所以只要学校一通报，收集单位其实就会登录放到那个资料库，那未来禁用新进人员的时候他们就会到里头去查询，所以这个委员提到的这个需求其实是在我们草案的最后一项，其实各种人员都有，如果这边加了登录了以后会变成立法体力跟其他人员的会变得不一样。 好， 好，以上 OK， 各位委员这样就放心了好不好？好，谢谢，那我还特别谢谢劳动部、哦、你们赢了、哦、谢谢、哦、谢谢你们，以劳动部的建议 OK， 好，第三章权益没有问题，我们权益通过，对，还有五分钟来，好，权益没问题，我们片名就通过，好，章名通过。第三条教育部请说明。好，那跟委员报告，原来教文通过的版本第九条是以款项来呈现，那目前在行政院版本是把各种不同身份别独列在各种不同的条次，那以十三条这边我们所提出来的就是有关园长，那两项的部分，第一项是有关以老师资格来担任园长，第二项的部分我们加入，因为刚刚有前面的条文有加入公立幼儿园里面如果有那个契约禁用的人员也可以担任园长，所以第二项就加入他后续相关权益的这些事项授权由教育部来订定相关的规定，以上。各位有没有什么意见？不然我们就十三条之后我们就下次再来好不好？这样的，对对对，因为我们还有，好，那我没关系，好，那我们就等到下一次再来好了。下礼拜三、礼拜四你们喜欢？礼拜三是科技部，礼拜四是文化部。有人说礼拜五因为总咨询不要排礼拜五协商了。哎，黄委员，先打断一下，那个因为我们委员会有那个如果有委员协商版本，就要有委员联署，而不是党团直接提，好不好？那就请那个高露再找两位委员联署，好不好？谢谢，谢谢，好不好？对，到十三条，因为后面大家再看一下好了，因为他把它拆解掉了，大家再看一下好了，因为还在开第二次嘛。关键在第十五条。哦，好，那没关系，那我们就下个礼拜三、礼拜四，各位，你们喜欢科技部之后协商还是文化部以后协商，都可以。那我们排礼拜三，还礼拜四？文化部。中午一点。好，那就礼拜四一点。好，我们下礼拜四一点钟我们继续协商，好不好？那关于之前那个那个教学演示那个哦。那个附带决议，请你们赶快下一次协商时提出来，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这礼拜应该就可以讨论完了。我们接下来修正动议没有太大的问题。借聘这件事，如何介绍的呀？下礼拜应该就可以了。我们前面的动议，因为我们才刚出炉，所以不晓得你们过去的争执。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也想。没有，我觉得那个演艺那件，真的是。我们也希望给这些学习、这些老师。
不会啊，今天转播出去，我们当然会被骂。对对，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